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在于第一局吧。第一局一上来，自己的这种进攻状态还是慢了一些，有点不太适应对手的这种节奏，然后包括自己这种站位啊，不是很舒服一上。然后但第一局咬下来了以后，我觉得对于后面的比赛这种帮助还是比较大的。那当时2-7落后，觉得自己是怎么样子调整过来的？还是一分一分去咬吧。等待对手也是出现了一些一定的保守的这个东西，然后所以说自己也抓住了这个瞬间的这种变化。两个词，刺激。然后也是，确实最后也是这个一攻是，就是接下来有很多来给你加油的粉丝，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？我觉得不论是粉丝，然后还有我的教练，包括辅助团队们吧，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去为国家取得胜利的背后，不只是他自己的这种荣耀，我觉得是我们这一个集体。我觉得，这一个鞠躬可能也是希望，也是想表达的，就是没让大家失望。你是顺利的进入决赛了，对手会在稍后的比赛揭晓，怎么会准备这场决赛？我觉得不论是谁吧，都是一场正常的决赛，依旧是保持这种，对胜利的渴望，然后放平心态去打决赛。